这是这样子的，很有趣的，它是两个这个啾啾，你可以把它调到最低，我自己是喜欢把它调到最低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抓胸的感觉。好，它就是有这样抓，有两个环你可以放上去，或是你想把它提高，提高的话就是这一片会比较大，看到了吗？提高的话就这一片比较大，那我自己是喜欢把它放下来一点点，放下来一点点。好，抓到地上完全不会不舒服，放心，它整件都是软料 MIT 的材质。那这一件是做一个三倍小短羊，我觉得如果是我一样会穿上裤子，因为我觉得无妨，它就是穿在里面这样子，有时候坐下来的时候可能露出来一点，或是不露，我觉得都很好看。那它是一个三倍，大家都可以驾驭，然后孕妈咪也可以穿得很漂亮的一件洋装。然后后面的话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走一个微削肩一个环，有没有看到？好，那它很贴心的一样就附给大家绑带，其实我觉得没绑带就超好看。再来呢，它的长度就是这样，你说要不要穿裤子呢，基本它是洋装的长度，根本就露不出来。好，绑起来呢，它就是比较有腰身，绑起来你看你自己要箍到小短裙，看你自己今天是什么局哦。那像我呢，我可能因为我很喜欢戴墨镜跟帽子，所以我就觉得我还蛮喜欢这一款灰色的感觉。其实灰色这一款我觉得没到超休闲，它是休闲辣。好，那这个是第一穿哦。好，削肩一样哦，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环，你要拉超级削肩也无妨，你要拉微削肩也可以。好，这个由你自己去做造型哦。好，然后削肩的话，我个人会觉得说削肩绑起来会比较好看，后背呢就变一个美背式，变一个美背式哦，所以可以两穿，然后削肩，然后灰色削肩也超级好看。